反正快，注意了，兄弟们，注意了，给大哥吓一跳，反正快，差点拉跑了。你直接你跑出一百米去，你钓个鱼，那他跑出一百米去，钓一条鱼，帮忙，别帮忙啊，都不许帮忙，让他自己弄。 我去，我操！这毛羽不让那条鱼，肯定有。肯定是毛羽把这拉着二百米去给他，我操，给他拉跑了，拉着二百米去给他，我靠！跑了，这不行，拉进去。看一下这儿，看一下这儿，看一下这儿。我的一下，我的一下呢？哎呀，天哪！ 给王人吓一大给吓一跳，把大哥凳子都给踢翻了！我告诉你，这实话这是，真的是毛尾巴了。那条鱼，兄弟们看那条鱼，哎呦我去，这劲太大了！哎呀，我让给拽跑，没你这，行，这一个赶紧下网，我操，那么大。